等你们家那口子来，你看我怎么宰的。嗯，下来。嗯，你都不知道，刚刚在楼下的时候，你脸色太吓人了。我还以为做错什么事儿了，又让你不高兴。对不起，我刚才……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子霞跟我爸大吵了一架。 我也经常跟我爸妈吵架，所以呢，我就离他们远远的。我自己在南京清闲自在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没法像你一样。你不想离开家吗？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，是能不能的问题。我不能离开。 什么呢？其实还是你在心里面不够想。你要是真的想了，就没有你去不了的地方，也没有你干不成的事儿。我有这么厉害？你少自恋了，我可不是在夸你。 我是觉得呢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，就好比马戏团的大象，它为什么会害怕人类的绳子呢？那绳子明明就捆不住它，捆住它的是渗透在它心里面的条条框框，还有那些它被驯服的记忆。只要它想走。 他就可以走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，束缚根本就不存在，对吧？嗯。嗯。